杨浦港口岸封关项目和配套工程总投资5.6亿元，建设的内容包括前置拦截区、公共查验平台和查验场地，已经于今年9月底完成了验收。项目建成后，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查验场地将从目前的4.3万平米扩展到23.3万平米，满足每年500万标箱吞吐量的查验需求。目前我们正与省大数据中心对接全岛封关信息化项目的建设工作，开展设备联调联试，计划12月底前完成。